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，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
在街上悠悠荡荡，我和我自己的影子一起走在无人的路上，虽然画面有一点凄凉，你不必觉得悲伤，这个世界本来就这样，你可能还没有学会怎样去欣赏无人夜街分外宽广，没有紧张，也没有装模作样。哦哦，夜风吹，我和影子共陶醉，沧桑属于过往，我有我的影子陪。哦哦，所谓我和我的影子悠悠荡荡。哦哦哦，夜风吹，我和影子共陶醉，沧桑属于过往，我有我的影子。为你永是我的爱人，永远美丽又温存。为你永是我爱人，永远美丽又温存。一次洗手就是一生的誓约。想想看，当一个人二十几岁的时候下定了决心，然后不知不觉的你就已经七十几岁了，这个时候你再回头看一看你身边那位满头白发的老伴儿，你才突然发现，原来你们两个已经在一起吃过了五万多顿的饭了，五万多顿的。亲爱，我已见年老，白发如